盘点外网热度前五名的联盟 CP， 第五名越南万豪，好家伙，上来就这么重口。自从灵魂莲花推出，越南和万豪的热度就开始直线上升。但在出皮肤之前，其实外网就有很多同人作品，各位可以理解为官方看同人热度高，就在皮肤宇宙里凑了一对 CP。而在圈内人里，万豪对越南的爱称就是 Moon Cake 月饼，所以灵魂莲花万豪对越南的称呼就是小月饼。喂，月饼，今晚还按计划进行吧？我弄了个你好，蓝鹿恩。从本次新之钢乐队曝光的语音来看，官方依旧在暗示二者的关系。那厄斐琉斯拿枕头砸我，小伙子冷静。热度第四名，雷欧娜和戴安娜，这一对和越南万豪同人不同，属于是官方指定的主宇宙 CP。 在2021年6月，也就是国外的骄傲月，拳头更新了皎月曙光的背景故事。在戴安娜的日记结尾，谁给翻译翻译，这是啥意思？热度第三名，瑞文雅索啊，终于出现了第一对异性。至于为啥外网能抄袭二人的 CP， 可能就是因为黎明暗夜这两款高质量T2。面如霜下雪，吻如雪上霜。主要俩人还真在皮肤的平行宇宙整出了个索拉卡。你的黑暗流淌在我的血液中，父亲、母亲，时至今日，我依然传承着您的心火。热度第二名，晋和琴女，这一对我不是很理解。在主宇宙中，我只知道在晋还未上线时对琴女等英雄开了一枪，剩下貌似就没啥交集了。热度第一名，魏和琴女，相信这一对不用多说，无论是官方做的皮肤还是动漫，足以说明一切啊，该说不说，这看起来比越南万豪舒服多了。